人和机器化，通过一些交互技术来识别人脑里边的一些信息，对人脑信息进行一些解码。到底计算机专业和智能科学技术专业培养哪些人才呢？通过一些典型的案例，了解这些案例以后，我们对这个学科、对这个专业化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第一个案例的话就是可视媒体计算，它主要就是计算机图像、视频处理、人工智能、计算机图形学，这样几个学科的一个交叉的研究领域。它是通过采集一些文本、图像、视频等等这样一些信息进行分析，提取有用的信息，主要的应用无人驾驶、视频的特效、国防科技、机器人等等这些领域， CT 的影像智能分析系统。那么大家知道今年新冠肺炎期间的话，那 CT 帮助确诊这个病人的话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那将来这方面的话，通过它结合人工智能、图像图形学这样一些，通过的话对这样一些信息进行分析以后，那很快的可以识别的话这样一些病灶了等等的话，帮助医生进行诊断。再下一个案例就是目标的检测与跟踪。你比如说高速公路上对一些异常车辆的检测，或者是一些违章停车，或者是人员的话随意的穿越等等的话，怎样来识别来跟踪这些。其次的话，说话人的识别，那就主要是根据说话人的声音进行身份的识别，主要应用到一些移动金融。你比如说我们要进行一些移动支付，或者是我们的社保信息的身份的认证了，汽车的开锁了、考勤了、门禁系统等等。其次的话就是语音的情感的识别，那么我们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声音进行他的是高兴了、是悲伤了、是惊慌了、还是生气等等这些情感的一个识别。那么它可以针对应用到不同的领域，你比如说犯罪的侦断，或者是心理学等等这些领域。再下面一个例子的话，那就是自然声学场景下的音频事件的检测、听觉场景的分析。那这些研究的话主要是用到城市噪声的管理、家居里边的这个降噪，或者是通过语音化来进行这个移动的支付啦，或者是收款啦，还有一些就是针对这个社交的一些辅助人化，通过声音化发布一些命令，它要求化机器人化，从而驱使机器人采取一些不同的这些动作了等等。其次就是区块链的研究，它主要是因为它统一有一个就是安全的机制。那么目前的话，他们主要应用到这个医疗行业、金融行业等等，主要研究一些共识的算法来确保安全性，以及的话跟这个大数据结合起来。再下面一个例子就是演化计算与群体智能。那么我们经常看到天上飞的大雁、河里的鱼，或者是蜜蜂啦、蚂蚁的，他们的行动仿佛有人指挥一样的话，它是非常协调的。也通过的话一些仿生算法了等等的话进行研究，而从而话就是实现这个群体的智能的这个演化。再下来一个就是我们要求解一些大规模的复杂问题的智能优化。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一个地图上着色问题的话，那么用三种颜色的话把地图上不同国家可以区分开来，那怎样做到呢？以及的话是背包问题了、二次分配问题了、最大路径的规划了等等这些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那大数据的话目前的话应用非常广泛，比如说工业大数据的应用、能源大数据应用、金融大数据和医疗大数据。那这是能源大数据这一块的话，我们与上海市整个合作的话，与深能公司进行合作的话，对上海市的所有的燃气管网它的这个数据进行的话挖掘，进行一些处理。那我们与上海一些三甲医院的话共同开展这个临床医疗大数据的研究，就可以用到这个临床病症的这个分析和治疗。有些时候的话可以生成一些电子病历，将来的话还可以从以往的这个病历里边的话来寻找一些新药等等的话。那么还有就是像这个物联网。再来了解一下我们另外一个专业的话，就智能科学与技术。第一个例子就是
制造过程的智能化的技术基础研究，不管是生产过程或者其他一些过程化，整个制造过程化如何来实现它那个生产过程化，把智能化控制和智能化处理。另外一个就是生产计划的优化和决策知识的自动化，快速的就是优化我们的生产计划，我们进行这个资源的动态高效的配置，以及话进行绩效的评估，或者是进行市场需求的敏捷供应链的这个处理化。再一个就是全流程优化的运行和虚拟制造，真实的制造啊或者现场制造的话是条件不允许，这时候我们需要用一些计算机的自动化的等等这样一些知识来进行一些虚拟仿真的制造，然后把这样一个过程将来的话是推导到真实的这生产过程里面。全生命周期安全环境足迹的监控与风险的溯源的分析，那就是我们经常尤其化生产一些危险品的等等的话，对整个产品的生产周期我们就要对它的整个过程要进行监控。现在目前比较受欢迎的无人机了等等，智能科学技术专业在这个军用方面、民用方面，尤其化民用方面的航拍、农业、植保、微型自拍、快速的运输、灾难的救援，以及化传染病的监测、新闻的报道等等方面都有研究。多传感器智能识别的人体状态的评估系统，那就是对我们人的这个思维了等等话，接收它的传感信息以后，对人的这个整个的状态化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来评估这个人的话是处于哪一种情况，然后有针对性的话采取一些对策啊，脑机接口，人和机器化，通过一些交互技术来识别人脑里边的一些信息，对人脑信息进行一些解码，或者对人脑里边的一些电波建立它图像进行分析和智能处理。那总之话就是智能科学技术它的这个研究领域和它的应用领域化都是非常广泛的。